英国交通部长率团来台参访，上午和台北市长柯文哲会面，双方见面的时候互相交换了礼物。英国代表送给柯文哲一个怀表，没有想到柯文哲说自己没有戴表的习惯，可能会将怀表转卖给收破铜烂铁的人。送我一个表，不知道送我干什么？现在没有在用表的，都是拿那个电子的出来看的。还给人，我会转送给别人，不然就拿去破铜烂铁就可以卖一些钱的。柯文哲收到怀表似乎没有特别开心，还说要拿去卖给收破铜烂铁的人。不过由于表的外表象征，可能也触及了一些忌讳。虽然柯文哲表示他当医生不会介意，但是市府发言人林鹤鸣事后替他澄清，强调市长只是在开玩笑，礼品将会收入市库当中。